调解反服贸学生呢举行一个公民宪政会议，同时自创了十二种会议手势。这十二种手势呢各有不同的意涵，代表有的是你讲话慢一点，有的是赞成反对，或是我有话要说，都有自己一套专属的手势。那么学生认为透过这样的动作可以让议程更加顺畅之外，也增加了趣味性。后面好也会有17到22组好的这个讨论。4月5号，太阳花学院宣布公民议会启动。为了让发言和过程顺利，现场还自创一套会议手势。学生自创的会议手势当中，只要你比出了一，就代表你有话要说。如果你觉得发言者讲话实在太快，这时候可以双手朝下，要求对方讲慢一点。但如果发言者的意见你没办法认同，这时候双手交叉，就代表你强烈反对。十二种手势应变各种状况，发言者讲话太小声，只要双手朝上挥动，就代表大声点。想加快速度，两手食指往前画圈，认为程序有问题，就得比出 T 字，要求暂停。什么叫做大声一点？大声一点啊，对。讲慢一点。讲慢一点。当然啊，你要哪个？请快点说完。果然是有练过才会议的清大教授，手势怎么考都难不倒。学生发明的手势还包括提出意见的回应发言，解释清楚我有提案，或是表达感受的我赞成和不确定。在公民在论述以及展开建议的时候呢，它是一种好像是一种游戏规则，不过它也是一种很有趣的团体游戏。通过简单动作表达意见，除了让会议更加流畅，也增添过程趣味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